大家好，我叫阿迪凯姆阿布拉，是个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。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唱歌跳舞，我在我们村里从事文艺工作，热爱我的几份工作。我有很多的爱好，比如读书、弹吉他、唱歌、跳舞，我样样都非常喜欢。我最喜欢跳舞了。每当一只妈妈送给我的小花猫穿着阿提莱斯的裙子跳支舞，赞美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、多元文化的国度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多才善丽。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，都对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。每个民族的文化，都是中华文化的共有精神财富。